游戏开始了啊！别争论了，看我玩杰斯。这莫甘娜造型改了，少个人呐、啊。别上，少人。Q 他，点他，点他，缓速，很好，他死了，我有闪烁，我有双招的，他必死。我看这人头我抢不抢？啊？可以，他们也少人。这菲亚娜还要啥？你已经来晚了。现征服者被砍了，二到六的适应之力，真实伤害和治疗没减。这个拉克斯是没有双招的，他现在对线是非常的难打。有远程兵不着急啊，等我把远程兵打到没血的时候，这也能被他 Q 到。哇靠，你这个这么准的啊！一套，必须要把它赚回来。赶快吸血！我有多兰之剑，多兰剑，我可以吸血。吸，吸！我要不停的点兵。我要吸血，还想 Q 我？吸血西兰，哎，怎么这个人的 Q 有点迷啊？看不懂。这个线好，我这波回家无所谓，没有什么损失。你 Q 在乱放。你这样的话，我会杀你的。回不去，他回不去。啊，你回不去。行，放他回家。可以了，这波带一大波兵进去。抓一波枪，应该是抓不到。嗯，回家没蓝了，我们蓝不太够用。我死，但是我不会去出女神之泪，省一点用够的。
这拉克斯基本上是没法打了。我现在这个装备啊，这伤害他是承受不起的。下一波打他，下一波开始要压他了。哎，反正这个盲僧就在中晃，你晃你也晃不到我。哎，你胆子大，哎，大，胆子大，哎，胆子大，吸一点来，没事，把他敲到塔里面，点他，哎，还手，行，不追了，追不到了，没蓝了，别死了呀，你这个，哇，你这个太捞了。太捞了，太捞了！哎，小兵卡我！回家一波。拜拜。他还是有点肉的，他自身带的一个屏障加上他的护盾，帮一波，不回喽，不回喽，吸血一二三，西兰，啊，搞一个闪现。不回喽，我不回了，哎。哎，掉线。啊，我感觉他盲僧在。我跟他打。盲僧不在，那你在干什么哟？你一点蓝都没有。你最多一个 Q 的蓝，无所谓的。他盲僧死了。10，没点燃，点燃差一点，他死了，我猴子来了，他都不是往哪跑，你可说，哎，走了走了，回家，感谢00后成年了送上的飞机。这把要出水银鞋，控制有点多，我全是助攻，西兰，退一波，这个蓝不给我吃，很烦。360一炮，他中路已经崩了，基本上已经崩了。哎，女石，女石，
们又来，算了。来中，哎，让你来中，炸死你！就想晕我。蓝不够了，点你，你痛不痛？我不进，我不切换形态打他，切换形态他就会 Q 我。OK， 走了，差不多了，这盲僧等会又来了。点你，一炮不能上啊，不能上，稳一点，看到盲僧再说。现在盲僧在上，他要被我打回家了。他有护盾，我知道。走了，没有蓝 buff 太伤了。他补刀很少。我买一个药水，赶快吃塔皮，还有最后一分钟。吃他个两层，点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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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点死你，小豆豆，点死你，点死你，好，你死不死？哎，刚好的血量，盲僧来中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的余光扫到了他，当我们在杀，他来了啊，他绕我后没用。不能杀掉他，他绕我后，他肯定死。行了，吃不掉了。来，敢不敢过来嘛？过来你就炸了，必炸！一层塔皮没吃到。切换形态，下一个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他队友来了。从移动速度上来计算的话，他的拉克斯这波肯定是能救他的。不能上，把他打得没血，赶快推一波，溜了，溜溜球，拜拜，够了。1134刀，1600块，很肥。我们再来个这个东西，减少一下 CD。下一个蓝 buff 我自己打，没有蓝还是，不是说不能玩，没有蓝 buff 只会让我的压制力不够，还是很缺的。但我们不能出。不会吧，你一个菲奥娜也要抢我蓝啊？啊，不至于吧，哥们儿。
我现在有鬼刀，这拉格斯禁锢没了。好不好，搞不好就给他来一波猛攻，他只要血量到了一定的斩杀，他盲僧来了，但没关系，我可以一打二了，我现在勾引他盲僧，哇、哦、直接炸没了。你想一二三敲锤点小豆豆，你以为正好的一个伤害啊，打完正好撤出来，完美，我自己都怕这样的杰斯，如果我要是打野，我肯定不敢招惹他，太凶残。他为什么不怕你知道吗？不是艺高人胆大，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他不懂什么是老虎。撤，我能秒他，我能秒他的。踢都踢不了我，雷霆一击接闪现 A， 你无法出猛龙摆尾，空中把你打死。歪门炮，这个就太歪了，歪的小豆豆并没有加速。好，黑切，我们接下来复活甲不起啊，复活甲不起，现在我们杀来杀去好像还是军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的下路劣势有点大，野区劣势有点大，但没有关系，我现在非常的肥，点点点敲开跟上回拉，是点点点小豆豆收掉。菲奥娜不虚的啊，他有那个劳伦之眼。回家，我们回家直接来一个青羽。勾引他呀，你勾引他，你把他往这边勾引。他死了。苍穹之月，盾击之，点点点踢我踢不到，距离不够，反手苍穹之月敲他，炸死，没错，小兵的箭射把他敲，小兵的箭射把他炸死，完美。场子还是镇住了呀，毕竟神港澳第一杰西。我得回家了，我没有蓝了，我吃个蓝 buff。
个蓝 buff， 大龙收一收。我们在前中期很强，但是到了大后期会有点弱，所以我们要尽快的。好，回家，2500，出一个大青羽其实有点浪费，他们的。他们的护甲值并不高，我先来饮血，来，我来下来帮他们一波，把他下二推了。我这波有蓝 buff， 我可以秒他。你猛龙摆尾是没有机会的呀，没事，开 W 点点。走位拉开之后再点 A， 好，回手之点点点点点，怎么没把他炸死啊？这个人并没有果断的来帮忙。感谢十三先生的两枚飞机，谢谢，非常之感谢。护盾，给一个护盾，终于有护盾了。这边把他收了，猛如一匹虎。团灭，杰斯玩的还是有点累的，我的手指在不停的操作电竞魔指，每秒钟的按键频率高达18次。西兰，西兰，西兰，西西，点点点。点点 ，OK， 一个大拇指。说我请演员，哇！我想问一下，我现在假设对方五个人，他不是演员，他是人机，他在那不动，然后。我们的杰斯去打这样的一个操作，我问你难度大不大？已经很大了，你应该明白我在表达什么。等我。